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泰天珠宝版的利瑞。那今天呢，我要和你们说四大原因，为什么你要买这部小米 Mi 9T Pro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这个小米 Mi 9T Pro 呢，采用的呢是这个 Snapdragon 855处理器 ，CPU 更快了15%，而 GPU 更快了20%。然后在玩游戏方面呢，不用担心，因为这个 Mi 9T Pro 采用的是8层的 Graphite Cooling System， 然后还有 Game Turbo 2.0， 玩 game 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卡了。第二呢，就是这个 Mi 9T Pro 呢，拥有6.39寸的 AMOLED Full HD。Plus Display 也代表呢拥有更鲜艳的颜色了。除了拥有 AMOLED Display 之外呢，那 Mi 9T Pro 呢拥有 91.98% 的屏占比，这也代表呢解锁方式呢就是采用 In-screen Fingerprint Sensor， 这样就是这么快。然后第三点呢，就是 Mi 9T Pro 拥有后置 AI Triple Camera， 还有一个前置20MP 的 Pop-up Selfie Camera， 拥有大光圈 f1.75 的48MP 的广角镜头，还有一个13MP 的超广角镜头，还有两倍变焦光学8MP 的镜头，而且还拥有手持夜景模式。那我们现在来说说它的20MP 前置镜头啦，一样拥有 AI。然后 Mi 9T Pro 呢能够录 4K 画质影片，然后重点是它可以录 60fps 的影片。然后第四点呢，它拥有 4000mAh 的大电池容量，喜欢玩游戏的你们呢就不用再担心了，因为它拥有 27W 的 Fast Charge， 只需要30分钟就可以充满 58%。 那么其余我喜欢的呢，就是我还发现到它拥有这个 3.5mm 的 Headphone Jack。 Alright， 就是这样子啦，如果你们想要知道它的价钱呢，请记得守住我们的 Technic 中文版啦，然后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看，给他们知道说哎， Mi 9T Pro 拥有这一些 features。 Alright， 不要忘记点个赞、分享还有留言，还有 tag 你身边的朋友们，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